烈日烘烤着贺兰山上的每一块山石，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和优越的气候条件，使得这片土地地势平坦，日照充足，降水丰沛，土壤肥沃，加之黄河水的恩赐，孕育出各类优质原始食材，当地小麦因此闻名。上世纪五六十年代，来自天南海北的人们聚集于此，同时也带来了不同烹饪技艺，各类美食的精髓在这里融合，奠定了这座城市饮食文化的包容性。各种口味掺杂，不经意间一道皮滑鲜嫩、咸辣爽口的面食，用三十年的时间成为了这座城市的名片。我们一直在变的口味，却始终在唇齿之间保留着对凉皮的记忆。管威宁是凉皮手艺的传承人，从他母亲制作第一张凉皮至今已经三十年，10950天。如果把每张薄薄的凉皮叠加在一起，有近300米之高，文字制作简单的凉皮，实则操造里带着精细的乾坤。一切准备就绪，在这片富饶的热土上，有太多的美食。能真正走进人们心中传承至今的，是手艺人和食客心与心的交织。手艺人不忘初心，把简单的过程终而复始，至精至诚，做到极致，使得平时普通的食材口舌生津。我们追逐美食的脚步从未停歇，大街小巷的餐馆里流连着各色食客，每个奔走忙碌的人都在找寻自己钟爱的味道。这些味道已经在漫长的时光中和故土、情感、尽心、坚韧等等连接在一起，才是大五口人心中美好的全部。